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在脸书上约有160万人追踪的马来西亚穆斯林传教士伊德鲁斯 Asfaldz Asher Idris 近日对信徒表示，不要为了一时好玩而在社群网站上分享照片，如此可能导致通奸。综合报道，在脸书上约有160万人追踪的马来西亚穆斯林传教士伊德鲁斯 Asfaldz Asher Idris 25日谈及女性穆斯林应该谨慎散播他们的相片。伊德鲁斯说，女穆斯林应禁止在非穆斯林开设的相馆照相，称此行为不高尚，也避免照片流入非穆斯林手中。伊德鲁斯称，为维护伊斯兰教规，男穆斯林应严加管理妻女的照片，避免他们的照片被非穆斯林掌握。伊德鲁斯也劝诫男女信徒，不要为了一时好玩就在社群网站上分享自己的照片，因为一开始只是盯着照片看，接着就会产生思念之情，最后就会和对方约见面，进而发生通奸。伊德鲁斯另建议女信徒，除非结婚，否则不应结交男性朋友，但结交世界各地的女性朋友都没关系。对于伊德鲁斯的言论，网友批评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，通奸没有别的可以想的了，千错万错都是女人的错，恳求你的上帝早就不该创造女人啊，何必呢？话题不是女人的阴部就是做爱，问问你们还会什么？